12月18号，耗资13亿台币的大制作电影《投名状》举行台北首映式，李连杰以及导演陈可辛均到场为影片造势。另外一位主演金城武的亮相更是让现场无数粉丝为之尖叫。今天的心情如何，金城武？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因为跑了很多地方，然后终于是台北这样。终于是台北。因为会觉得每次好像，最近台北都是最后一个。嗯。会觉得有一点啊，想说赶快来。压轴，压轴，最重要的留给台北。好。领头的，就是我们三个。暗赵二虎，唐青云，江湖一样。弟兄三人，那投名状，结兄弟，死生相托，吉凶相救，福祸相依，患难相扶。外人乱我兄弟者，是投名状，必杀之；兄弟乱我兄弟者，是投名状，必杀之。金城武表示，自己最为之感动的是李连杰的穿戏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被删减掉了。就连李连杰本人也是觉得很奇怪，明明和徐静蕾的感情戏拍了7分钟，为什么影片中却消失了呢？没拍到，因为被剪掉。OK， 他这是开玩笑的。来，其实我拍了一个礼拜都在那走啊，追着两个人在很多的地方走。我看的那个版本起码还走了7分钟，不知道为什么都剪了。对，所以其实这个故事未完待续啊。演惯了武戏，突然转行演文戏，确实有点难为李连杰了。传戏部分，大家就不要再为难他了。李大哥笑言，很感谢导演有这个勇气，请他来演这个角色。事实证明，他的选择是没有错的。没有，我觉得很感谢导演啦。嗯，因为他有勇气找我去演这样一个文戏啊。嗯，我一直当我听到这个各地的票房都不错啊，其实我第一个就要说恭喜导演。你的选择是对的。